起攻略现代可视古装剧的大热，而作为女主的吴谨言自然是火得一塌糊涂，终于从默默无闻做到了名声大噪，这不得不的说于正的力捧很重要。而于正惯用新人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，可是像捧吴谨言这般的真的是没有谁了，就算杨蓉、陈晓、张哲瀚等也没有这样的殊荣。吴谨言被于正这么宠溺，不得幸福坏了。《延禧攻略》里吴谨言长相不是那么的出众，可是却很有辨识度，在秦岚、谭卓、佘诗曼之间也很耐看，很是给于正长脸。从一个小小的宫女一路打怪升级到令妃，腹黑有心机的形象也是令大家耳目一新。毕竟傻白甜在现实不过是傻子般，根本活不过两集，所以吴谨言是很有实力的。于正这次下了血本捧吴谨言，在欢娱影视公司公布的八大剧之中，其中有三部剧让吴谨言担当女主，《延禧攻略》不过是个开头而已，可见多么宠溺。在未来，吴谨言怕是要刷屏了。欢娱影视公司拍摄的《朝歌》《皓镧传》也是由吴谨言担当女一，在《朝歌》里，吴谨言饰演妲己，这可是一个挑战性极强的角色。毕竟傅艺为、温碧霞、范冰冰、林心如这些饰演的妲己都是倾国倾城的大美人，不知道颜值能不能撑起那部剧。《皓镧传》里吴谨言一样担当女一，毛子俊担当男一，还有宁静、聂远、谭卓参演，看来又是一部古装大剧。